全国吃鸡玩家统一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题，下面四瓶饮料哪一个是止痛药？请选出正确答案。正确答案选 C， 你答对了吗？请听第二题，难度增加，请问下面哪一个是大砍刀？选出正确答案。正确答案选 A， 你答对了吗？恭喜你进入第三题，请在十秒内在评论区打出下面这个字，同时长按大拇指。欢迎你进入第四题，下面选项中哪一个是新春三级头？请选出正确答案。这题还是有难度的，正确答案选 D， 你答对了吗？请看第五题，下面哪一个头像框是战神头像框？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吧，正确答案选 B， 就是这个头像框。本期考试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答对了几题呢？我们下期见。